一点点手账开箱，陆暖暖的手账开箱来喽！里面的这些小玩意儿真的好喜欢呀，好多小宝都已经开学了吧？是不是没有时间做手账了？那我就先替大家试试喽。这次的樱桃小镇和出去玩，看到图鉴的时候就是很期待了。实物不管是设计还是样子都是很好看的。在拍视频之前就纠结了很久，到底是用粉红色这卷还是用蓝色这卷？最后决定两款都用，来做一个 VIX 手账排版吧。今天选了四种不同样子的花边胶带，我打算把左边做成粉红色的樱桃小镇，右边做成蓝色的兔去玩。这个视频的后面有详细的画格子的教程，有需要的小宝一定要看到最后呀。也有小宝问过我什么时候才能出一个画格子的专门的视频。其实吧，我觉得手账这个东西跟数学公式是不一样的。手账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在每一次的拼拼贴贴排版的过程中都能得到其中不同的乐趣。所以呀，包括配色呀这些的也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但是我发现好像这种亮黄色无论跟哪个颜色配在一起都是挺好看的。画完格子撕去边边的这个过程真的好解压，每次都好喜欢呀。最后用文字来记录下自己的日常，这篇手账就完成喽。让我们来看看成品吧。